九月十九号，黑龙江哈尔滨地铁二号线一期投入载客试运营。这条中国高寒地区首条川江地下交通系统正式开门载客。作为中国首条线网型智慧地铁，二号线一期的开通，标志着哈尔滨地铁十字骨干网络格局已然成型。更智慧、快捷的地下交通系统，为市民提供更加便利的出行体验。哈尔滨地铁二号线一期十九座车站。 围绕线网指挥中心、城轨云、加大数据、加基础平台等方面建设，各车站自动售票机增加了语音功能，更加方便市民购票。多媒体信息触摸平台可随时查询站内及站外周边信息。智能客服中心可及时处理线上线下出现的纸币和电子票务问题。增设语音互动功能，更加方便乘客操作。 智能客服机器人可提供中英俄三种语言与乘客语音对话，随时回应乘客提出的问题。太赫兹安检仪实现了人包快速通过安检。过闸机智慧人脸识别系统，戴口罩也可刷脸通行，三秒钟即可通过一个乘客，大大减少过闸客流压力，方便乘客快速出行。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老百姓看不到、摸不到的一些可能智能感知东西。 目前，我们二号线已经实现了一键开关站智能的环境控制系统和我们的客流的分析系统。这方面呢，可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运营安全性和舒适度。同时呢，在我们的生产领域，我们通过建设智慧化变电所，提取智能机器人进行日常的巡检维修，可以有效提高运营的检维修质量和效率，实现了降本增效这么一个理念。哈尔滨地铁二号线沿线经典的欧式建筑，充满了浓郁的欧陆风情。 为了能与地面的美景相呼应，将地铁站周边的文化元素提取到了地铁站装修风格中。二号线一期车站在设计之初就使用了更多的色彩整合元素撞击，将时尚简洁的线条与传统的欧式符号在地铁车站中完美结合，在地下营造出一个个不同风格的欧式空间，带给乘客各不相同的乘车体验。